春节来临，中华大地处处洋溢着新春的喜悦，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内蒙古，领略自然风光，体验独特民俗，欢喜迎新春。内蒙古位于中国的正北方，自然资源丰富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，民俗风情独特，草原、森林、湖泊、沙漠、冰雪，汇聚了内蒙古壮美的自然风光画卷。中华第一龙投射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第一缕曙光，长调、呼麦、马头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承载着草原的气息，把天籁之音传向世界。春节前后，依托优质的冰雪资源，内蒙古各地特色冰雪活动精彩纷呈。在呼伦贝尔邂逅冰雪那达慕，在鄂温克体验敖鲁古雅史路文化，参加民俗活动，在阿尔山享受天然温泉，体验冰火两重天的极致，在赤峰达里湖体验冬捕的乐趣，在呼和浩特马鬃山滑雪场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雪上运动体验。中国人过年喜欢热闹，挂灯笼、放鞭炮、捏面人、剪窗花、贴对联、走亲戚，此时的内蒙古处处洋溢着新春的喜悦，不同地域的人们用美食诠释着幸福与团圆。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，猪肉炖粉条、小鸡炖蘑菇是老百姓的最爱。在内蒙古的黄河流域，油炸糕、扒肉条、铁锅炖鱼、八大碗是年夜饭的标配。在锡林郭勒盟草原上，牧民的年夜饭更为丰盛，传统的烤全羊、手把肉，还有各种奶食和奶酒，人们身穿盛装，唱着欢快的歌曲翩翩起舞，共同祝愿国泰民安。在中国传统新春佳节来临之际，内蒙古人民诚挚地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内蒙古做客，来内蒙古体验冰雪运动的乐趣，感受新春的喜悦。